今天呢，咱们来购置一款圣诞手套的装饰挂坠，非常的小巧可爱。这里呢，咱们用的是丝谷的精梳棉，钩针是2.5毫米的钩针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开始编织。首先，我们来编织拇指的部分，起针运用环形起针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一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4个短针。4针编好之后，接着收紧线圈。线圈收紧之后，接着我们返回第一个短针，在第一个短针上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编织第二行，首先锁一针，这一行呢，我们需要增加4针，在每一针上各编织2个短针，首先在第一针上挑针目上方的2根线，编织2个短针。接着后面呢，就在每一针上各编织2个短针，一共编织8个短针。8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编织第三行，首先锁一针。这一行的针数呢，不加不减，按顺序编织8个短针。后面的第四行，同样是编织8个短针。第四行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挑针目上方的2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将线剪断，留一段线头作为缝合用。手指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来编织主体的部分，同样是环形起针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一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6个短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收紧线圈。
线圈收紧之后，接着我们返回第一个短针。在第一个短针上，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编织第二行，首先锁一针。这一行呢，需要增加六针。我们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两个短针。一共编织12个短针。12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挑针目。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编织第三行。首先锁一针，这一行呢同样是需要增加六针。首先我们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接着在第二针上增加一针。编织两个短针，之后呢，就每隔一针增加一针，一共编织18个短针。18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编织第四行。首先锁一针，这一行的针数不加不减，按顺序编织18个短针。之后呢，咱们一直编到第九行，每一行各编织18个短针。第九行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将手指的部分连接到这个主体上。这里呢，咱们在主体和手指上各空出来两针，在这两针上利用卷针缝合。手指的部分固定好之后，接着后面呢，咱们开始编织第十行。第十行呢，我们在主体和手指这上面这一圈上编织一圈短针，在主体上呢，一共编织16个短针，在手指上编织6个短针。加起来一共是22针。22个短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编织第十一行，首先锁一针。这一行的针数呢不加不减，我们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编织22个短针。第十一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十二行。
第十二行呢，需要减针编织，一共需要减去五针。首先锁一针，在第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第二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第三针上编织一个短针，第四针上编织一个短针。四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后面减去一针，在下一针上勾一次线，下一针上再勾一次线，接着绕线，将线一次性带出。这样呢，编织一个，两针并一针，减去一针，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。两针完成之后，接着减去一针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每隔两个短针减去一针。这一行我们一共编织17针。第十二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十三行。首先锁一针，这一行的针数呢不加不减。我们按顺序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编织17个短针。第十三行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挑针目外侧的一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引拔针的同时，我们换白色的线编织。将线一次性勾出。接着我们将前面的线剪断。接着编织第十四行，首先锁一针。这一行的针数呢不加不减，我们在每一针上各编织一个短针，一共编织17个短针。之后呢，我们就用白色的线一直编到第十七行，每一行各编织17个短针。第十七行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挑针目上方的两根线，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我们将线剪断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在主体上缝制花纹的部分。
好了，这样呢，咱们这款小手套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呢，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